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，今天我们出来巡台。今天呢，我们人来到了这边，是位于嘉义的吴凤大学的旁边。这好像是我们暌违来到嘉义，好像是两三年了。没有拍过片吗？两三年前有来过，但是那个时候没拍片。反正今天我们也不知道，那就来到这边随便巡吧。就一来发现这一台呢，它上面有写嘉义正一抽。然后上面有可以抽到电风扇啊、消毒枪、一般赏，还有一个电热水器。我们就试着戳戳看吧，看一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。下爪很慢。哇塞！我一直在想，可不可以逆这个 A 过来 A 这样移动。有，一、二。有，一、二。两栋。哈哈，不错哦。然后这个我给它左右还是要逆？逆。这样子。哇，好重啊！重。它应该不重。不知道哎。哇。那我就左右全包这样子。它吃不起来。对啊，有了吧。哇，它真的不重吗？很怪啊。哇，卡住了，我左右稍微微顿好了。它这没起来的话，我们要也是得放弃啊。对啊，可它下面有一个东西把它往上拱了一下。有了，中，一二，没自杀。哎呀，那这一个咧，三拍吗？太偏了。对啊，它贴玻璃啦，来。有啦，过啦，它是有过的，三拍好了，有，拖，有，拖，还好有那一个，嗯，还好下面这一个，换，不是，它撞到它哎、欸，哦，是吗？可是它也是大工程啊，没有它的话，它没办法无挡，他们两个不可或缺。现在我就再小试一下前面那一个 ，Ricky， 弹，啊，放屁。好，那我们就打了三样，那我们这样可以戳三洞。我们来试一下今天的运气怎么样，来哦，我来看能不能戳到一样就好，一样就好。中了，有没有？没有是啊。366，没有，它都是一开头的。那你要不要戳一洞？最边边的这个。对啊，他把它挡住了。哎呦，有可能哦。来，这台主聪明哦，但是好像空的哎。对啊。对啊。一四八中哎。一番赏。一番赏。它是金正吗？还是港版？金正，他要写金正。厉害吗？哇，傻眼啊！那是不是你也要戳这一洞？我怎么会不会台主这就藏在这两个洞？我怎么知道？哇，这个台主聪明哦，因为大家想说，哎、欸，这個、不会去想到这个洞，那我们就把这两洞戳掉。哦，反正我们有一个东西了。对啊，哇塞，爽！就146。这小聪明，小坏蛋，370没有？没有，没关系啊。竟然。238148，对啊，238148，哇，现在抽中了一个金正一番赏，那我们就命一下台主吧。好，我们来玩一下后面这台巨无霸。来，我先把公仔带一带。哎、欸，斜坡，看到了。来，上去就有了。对啊，上吧。
上吧。这个真的太巧了，十元变斜坡。啊，棒哎！对啊。啊，你上面有加三条四。哎，但它里面只有五个，可是斜坡应该要带掉了啦。我看到刚刚为什么棒？我也蛮纳闷的，不知道。要再打的话，东西要往前带。对啊，我们至少要把它夹个三吧。哎，我们三十块夹二啦，什么哇哥？什么鬼？哎呀，哇塞！加一有这么好打？不知道哦，很久啦，很久没有来加一了，超久。哎，好，它这个位置很漂亮，它可以逆过去的话，再把艾涅尔带过来。一二。哎、欸，我球算不算加三？问一下台主，哎、欸，请问我球算吗？算了啦，我某家 OK。来了，一二，这捏宝有没有机会啊？哎、欸，后旁，哎、欸，后旁，后旁棒，加三，它上面那一只加四，我们真的这一只我完全没看过。可是夹三这一只我也没看过，它夹三夹四那两只都没看过，所以我们还可以再试一下。但是我们要先拖这只艾涅尔，这只艾涅尔之前我们有打过一只，不是打吧，好像是弹，抽奖，抽奖抽到的，你看超重，我不夹，这个我就有点小尴尬喽。左右带一下这个，他看能不能拖一下，然后艾涅尔补位，逆一下，全包，还是加三就好。我也有在想，我们再小试个三十块，好不好？设立停损点，如果刚好让我们出来的话就完。耶，哦，来，艾涅尔。宽，哇，这角度，这角度真的难。哇，艾涅尔真的，它只有宽，然后它的出点，我认为应该只有一个，在前面立着，前面立着，然后跟他拼极致宝。不行啊，极致宝都不会补。宽边吧，宽边就不知道了。最后一逆这一下，好，来，我拼拼看，拼拼看。我刚刚就在讲这个位置，然后捏到他的头，可他有束带，就不知道了。他有束带的话，你要跟他拼极致宝，不妨一试。拓，差一点，嗯。感觉是有机会的啦。那这样来，哎，这样子我也不知道，我再小逆一下这一只，哎，弹一下，因为它里面总共就只有五盒，然后我们要打到夹四，等于是打到就剩一盒，难度本来就会比较高一些，但是我们前面那三盒超顺哎、欸，顺啊，顺到个爆炸哎、欸！前面两盒三十块，那自己下来了。哎、欸，那就来吧。剁！哇！哎、欸，你看到流鼻涕啊？这怎么办？夹这个撞，夹这个撞。不管不管不管，夹这个撞。哎、欸，他刚刚很扯耶，他刚原本要下去，他到底哪来的力量站着？果然是艾涅尔，台主的力量。嗯，哇，这个真的太神了。虽然他下手很慢，我甩过去，但是
哦，真的危险，危险，危险。那风险小大。弹一下。嗯，有甩浮，来弹一下，它只需要一个咚咚弹，中，没中，我甩这个角度过去捏到拍掉，真的吗？就是这个角度这样子，啊，这爪位不行啊。哇塞，好像不太行。对啊，那爪子没办法，我要大家的再过去，再过去，我要这个角度，对对对，这个角度，对对，这个角度，这样，这样。哦，阿弥陀佛，夹菜配豆腐。我们好了，我们也很顺利夹翅，真的哦，这最后这个操作真的非常惊险。你看我刚刚在甩的过程，它的爪子我就是一定要那个位置，你刚好晃过去，你一定要这样子进去。如果你今天是很莽撞的直接下爪，你的爪位不对的话，一爪就直接把它拱下去了，很危险。好，至少我们顺利夹翅，我们再去觅下台主拿那个夹翅送的大熊。好，那我们再去寻下下一台。好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一台。这一台呢是应该大家都非常喜欢吃的旺旺仙贝，我们也非常喜欢吃，而且这个台主蛮贴心的哦，他这边直接跟你写有效期限到明年的1月28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去打这种饼干类的，我们都要看里面的有效期限。这台主蛮贴心的。哇，我们不能把它想得太难，不要多断，这样子就好。就滑下来就好。对啊，那这边拖一下。来了，我们看能不能打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六包左右，左右比较好出哎。前后我也没事啊，来前后。都行啦，10块钱买一包。再一次。哎，真的10块钱一包啦，在外面这一包多少钱啊？应该没几块，应该也要10块钱吧？不用了，怎么可能？哇塞！再来，我们刚刚不是说要打6包吗？应该差不多喽。哎，他而且他全包会。勾洞口哎，奥蕾，奥蕾，来，我再正门再出一次，六两包，来，最后来一个一次两包 ，Happy Ending， 没呢，来，再两包。有了，永远都一包。我们就是要解锁一次两包的，再一次，两包，两包，有了，好，结束。就是要一次两包，硬要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打几包，2、4、6、8、10，一瞬间出了10包，没办法。你看这个回去，哎，自己吃送朋友都非常不错，而且这个我刚刚有一直在看它有效期限，它就真的是1月28，所以这个还能放一下下，或者是朋友来的时候赶快吃一吃。好，那我们就打这10包吧，我们再去玩一下其他的。这一台包包台，左右捏放，逆过去，对啊，或者把上面那个也要带下来。哎，开掉！可是这边摆这个包包不错呢，你看隔壁就是大雪嘛，对不对？刚好有需要包包来这边夹一下。枪位，枪位，压着，好，来了。捏，
嗯，捏一下。想捏没过。对呀、啊，捏太少。过。过。哇，你看这一台也很轻松。再捏。但是它捏的那个角度又不能捏太少，怕天地会很难过。你看学生缺了一个包包，来这边夹了，花个几十块就夹了一个小包包。他要有技术才可以。你、嗯、对吧？你就花钱就有了。过来啊！有过来。哎呦！漂亮，智商逆上去啊！对啊，平台。过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他逆上去直接五档中，哎呦，对，他只能拨到一些些，但是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，刚好，哎、欸，快了快了，拖一下咧，二手过，这是拖他的那个拉链，对啊，哎呦。对啊，点一下。哎，怎么下去？奇怪了。OK， 有了。我然后我再夹这个灰色的。上来吧。挂着就好。对，挂着。二十块？没有，我以为二十块可以买一个包包。有，你看三十元买一个包包，嗯，多么的划算！干嘛我要青苔啊？开爪是一个征兆，叫你不要玩。对啊，二手，弹。其实这一台真的可以青苔，上面没东西。又开。我把这个带过去，至少我们看能不能再出掉最后一个就好。嗯。好，很好，把它封起来了。中。我们好像这个款式没有，对不对？有啊，第一个。哦，第一个就这个。好像是方的。哦。啊，可是这个角度不太好，没有扣点。还有那个反过来那个很多拉链那个地方，二手，二手七，啊，又是这一面，嗯，应该可以啦，二手七，有需要过去吗？可以啊，好吧，我们一切求个稳 ，OK， 来了，二手。二手，漂亮！哇，来那个嘞，啊，他来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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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事，小事身手。哎呦，差点十元。二十元。青苔。青苔。没有东西可以送。可惜没有加送，也没有青苔奖。但是我们这一波是真的超速，我们在打。五分钟而已，大约200多至300块之间而已，嗯，可能还不到300，我们就把五个通通带走。那我们这台就顺利清台，再去玩一下其他的。好，我们最后呢来玩一下这一个拖鞋台。哦，可以，它下爪虽然慢，但是它爪力很强，这一台应该可以。那下爪那么慢的话，那我是不是直接拖上面？这样子拖上面，我们看不能出个一双、两双就好了。中，平台，平台啊，所以前面那些先不碰，然后我们再这个三拍中，来了要出了，中，哎、欸，吃到，他怎么没有夸他不会？对啊，来了，
拖鞋。棒哎！哎呀，直直落。那个已经过了，还是我这一个？前面吧。嗯，好。有了。两双。还要吗？我们最后一双，还是这一个。因为我们两双好像都粉红色的，是哦，那就要夹一个这个蓝色的。夹它的前面呢？就说吧。啊，这个呢？安心了。好，完美 ，Happy Ending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呢就享受这个拖鞋的出货感吧，我们去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。好，我们夹完了，这次我们总共夹这样子吧，非常的不错，尤其是第一台竟然搓了一个一番赏，幸运是啥，我真的有点吓到。而且你刚好你很会挑，你刚好挑到那个挡住的，对啊，台主应该是有真的有点小巧思，但是殊不知真的有人跑去戳那个洞，就是你叫了你会戳那里而已，他挡住啊，对啊，然后你就硬要那一个。好了，那这样也是运气非常的好，不错。我们后面呢也有打这个巨无霸公仔，我们前面两分钟出三盒，30块就已经出两盒了。对啊，才两分出头而已，又出第三盒。只有第四盒那个时候那个艾涅尔上去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惊险，那个真的，一不小心那个就拉臭，拉臭下去，你还在想他要怎么样才能让他再浮上来。所以那一个真的非常的惊险。然后后面呢，我们享受非常多的出货感，你看包包青苔，然后又有享受旺旺饼干，我们好像都是几乎固定10块一包。几乎，最后我们就享受这个拖鞋的触感，拖鞋也非常的佛，我们随便打，它都是很轻松拉位置，下爪非常的慢，爪力很强，非常非常轻松就出了4双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出货感极度满，而且超级顺，我们整部真的几乎没有一个 delay 的，除了那个艾涅尔稍微卡了一下下。那我们这次抽奖要抽什么呢？刚刚有在看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一番赏好像也不错，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幸运，超级幸运的女神在，但是她的正面不能让大家看。好，我们这次抽奖呢就抽这一个超级幸运的性感公仔送给大家，因为我们一开始打那巨无霸就是因为她10元下去她变斜坡，然后直接逆斜甩上去放下来，然后前面捏起来又出，我们所有的运气就是来自于这一盒巨无霸才会那么的顺。然后正面呢我不能让大家看，因为她的正面是完全没穿，所以大家就看这样子性感的画面，然后如果有人抽到这个的话，就回家自己欣赏吧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呢就抽这一盒性感公仔送给大家。那这一盒的抽奖办法在片尾，大家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就订阅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